我想为着合一来祷告，主我哋天父，我哋嚟到喺约翰十七喺末后咧，你要让到全地嘅人都嚟到一齐，所以父咧，我哋咁样祷告。圣灵，你会喺每一个全地嘅每一个地方，你去连结我哋嘅心喺一齐，连结你辛苦嘅心喺一齐，喺每一个嘅范围，每一个嘅种族。每一个的地区，让到我们去成为一，是来到合一的当中，让我们真的在地上面预备一个这样的安息，可以被你居住的地方。主，我们渴求耶稣你的再来，所以主帮助我们，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呼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，去领受王你的再来。主，我们渴求你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